康好在哪？没有成功，我们是达康的康，大家好。啊，因为真的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啦，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近况好了。就是我最近搬了家啦。哦，这我已经知道了。对，对，我知道你知道了。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好吗？但我有义务跟大家说一下，这其实是什么二手消息了，懂吗？没有什么二手消息，好不好？从我嘴巴里面讲出来就是一手消息啊。但对我来说是中古的啦。反不反？多坚持啊！中古消息。啊，总而言之，我搬到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去。我也知道了这个。对。今天我说什么，你知道生命你知道是不是？我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好了。我还没讲完吧？一手消息哦，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。哪有什么味道啊？油漆味就是比较重一点。那是我新加粉刷的味道吧？这我也知道了。有完没完啊？你干嘛？一手消息，无聊死了。一手消息是不是、啊？一手消息。而且现在这样讲的话，你也不是一手消息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对啊，早就有人知道了。对啊，二手消息啊。在投降是不是啊？二手消息。嗯啊，至少告诉我输给谁啊？没有什么输不输的吧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是第二个知道的、啊？第二个吗？不止。等一下手借我一下好不好？不要不止了，不止了，不止了。不需要手术了，来代表第几手消息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等等等，你在跟我说之前，你跟谁说？就我家人嘛。哦，陈先生、连女士嘛，啊，那，为什么叫称我家人、啊？听起来超不屑的、啊。没有没有，直系血亲 ，OK，OK，、嗯、限定直系血亲就对了。对啊，那陈会计师他不要让他叫我姐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我姐知道了啊，直系嘛，直系。好，我妹也知道啊，还有我姐夫，嗯，等下姐夫，对啊，我姐夫知道啊。姻亲呢？姻亲，讲清楚好不好？姻亲，姻亲，对，姻亲，对，他是我姻亲，那根本几乎都知道了嘛。你干嘛讲什么闲笑话吧？哇塞，欸，很心寒欸，对不对？搭档再亲，比不过肌肤之亲啊！你要死，你要给我写一点发是不是啊？哇！别跟你讲闲笑话、啊，你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他们已经去过你家了吗？已经去过了吗？倒是还没有去过了。有虾，不需要这么开心吧？耶、yeah. ！不要跟你自己的脸嗨饭好不好 ？Yes, yes。哇，他们没有去过你家？没有去过，他们没有去过。太棒啦！又举手干嘛？想来是不是？你怎么鸵鸟嘛？为什么演鸵鸟啊？好，是也可以来啦。那我之后本来要办个入处趴，邀大家来玩呐、啊。啊？鸵鸟不要过来啊你！啊？不要鸵鸟吐槽我。等一下，让我先去，让我先去。为什么？就入处趴跟大家一起来就好啦。你让我先去啦。你之后你要办什么入处趴或入处啪啪啪，我随便你啦。没有啦，我没有办什么入处啪啪啪，好不好？你让我先去啦。为什么啊？不是，我好歹也要是第一个登陆你家的人吧。登陆什么？我家是月球啊！喂，侯瑞康的一小步，是陈彦达家的一大步、啊、的确是啊，这句话改成这样有够合理的、啊。我是你家的阿姆斯壮，你懂不懂啊？听不懂在讲什么啊？我一定你就露出趴一起来不就好了？不要啦，拜托你啦！哎，这是你搭档好不好？送你搭档一天一次的请求，麻烦你。一生一次的请求啊！一天一次的请求，谁给你这扣打的、啊？好嘛，一生一次的请求啊！我想要第一个来啊！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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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，是也可以啦。你下。好开心，哎、欸，干得好哎、欸、你，干得好什么東西、啊？谢谢你哇，好好好、欸，第一次去你家哎、欸，哇，太期待一点了，等等等等啊，我第一次去，我要先带些什么给你吗？我的家吗？对了，你家还好了，应该不用了。不行啦，我不能这样，也是你的第一次嘛，至少包个红包给你吧。没有好不好？不是那第一次啊，不需要啊。不，不能双手空空的去啊。还好啦，这样大包小包的回来不好、啊。也不要大包小包回去啊，偷我家的东西是不是啊？来来来，你想一下，你需要些什么？我顺手牵羊帮你带过去。不要顺手牵羊啦，为什么带赃物来我家啦？我顺手带一个给你嘛，你想要什么？你有缺？我突然之间想不到带什么啦。啊，很多人常常忘记那个很小的东西，就是那个脚踏垫，好不好？哦，你说上面写 welcome 那一种 ？welcome 吗、啊？应该写不下、啊，因为这么大吧？大不了，那大小要桌垫了吧？啊，杯垫，杯垫，杯垫而已嘛，很多个杯垫串联起来就可以了。还这种组合式啊？哎，恶心死啊！踩踩拿起来垫杯子哦，可以吧？不要啊，不要，不要啊！盆栽比较方便吧，随便放都好看。哦，你是说那种荆棘盆栽代表吉利这样？这么哈扣你荆棘呢？荆棘那哈扣啊？哦，那个刺到会流血的呢，荆棘呢？才不是那个荆棘好不好？倒在手上、啊。我睡美人是不是啊？家里种荆棘干嘛啊？荆棘啊！我说荆棘啦。荆棘哦，荆棘啦，不是荆棘啦好不好？猫哎、欸，荆棘啦是猫。有两只了，你们。啊，我是说荆棘，荆棘。我知道你说荆棘，荆棘，荆棘，荆棘。对，荆棘，荆棘，数码宝贝。不是数码宝贝，不是荆棘兽，好不好？我在跟你讲植物，植物，植物那个荆棘，对，荆棘柠檬那个荆棘。你就跟我说柠檬嘛，不是柠檬啦。好，算你不要送我植物了啦。好好好，送你一盆柠檬好不好。不要送我柠檬啊，你不需要啊。不，你要什么嘛？让我带一点。你要带就随便带点吃的来就好了。我就是送你柠檬了嘛。不要啦，不要送我柠檬。好不好啊，中药。中药，
谁拜访人家家带中药的、啊？中药现在很红吧，对不对？啊、新冠一号什么的。新冠一号，对啊，之后的确可能用得到啦。但是真的排队有时候排不到哈、哦。啊，是啊、嗯。要不然清肠一号你觉得怎么样？清肠一号，清肠一号功能不一样了吧？都类新冠嘛。不是，类新冠不是名字类似的一场吗？不然啊，清法一号。清法一号是什么洗发精啊？我就韩国瑜苏贞昌觉得很有效。等一下，那叫清掉头发好不好？我绝对不要啊。不然清枪一号啊，清枪一号什么？我打靶是不是啊？不要啊。清枪零号、啊。不，清枪零号啊。听起来超不对了，不要再清什么东西给我了。这也不要，不要啊！嗯啊，有一个东西你一定没有，什么东西？我请一只神去你家。神神，有人请神明当伴手礼了吗？我家很多神呐、啊，太多了，送你一个。家里很多神什么状况、啊？就是像马桶神，马桶神你要不要？你家马桶有神吗？马桶有神很灵啊，每天发炉的。啊、发炉恶心死了，发炉的。我才不叫马桶神，在我家一直发炉嘞。鱼黄金神威啊，你知道吗？黄金神威，那家漫画名字好不好？不要乱讲哦，不要马桶神啊，要不然桶神嘛。桶神什么？桶神是个人吧？对，桶神本来是个人，但他端火锅跌倒之后，他就等一下，完全在讲那个影片嘛你，不要啦。我不要端火锅桶神来我家啊！我们锅神、碗神、瓢神、筷子神，你家什么东西都有神是不是？都有啊，晚上都会飞起来，很灵 啊！超恐怖啊！你家闹鬼了、啊，不要再不干净的东西来我家啊！不不，我下次带我师傅去你家看一看好不好？不要好不好？我不想知道我家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我不带东西不好意思嘛。不不不，拜托你人来就好了，你不要带东西，真的真的真的。我第一次这样，第一次真的可以。我真的可以这么幸福吗？啊、拜托你这么幸福好不好？哇塞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开始好期待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第一次去，你会怎么样招待我？你第一次会怎么样招待我？我要想怎么招待你哦。对，你啊，那不然我……等等等，还是不要跟我说好。等一下，让我第一次用体验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有够麻烦啦、啊，随便你啊。彩排开始，敢为什么彩排啊？听着，不是说直接来就好吗？哎、欸，那我跟本人彩排来本人家啦、啊。所以跟阿达彩排去阿达家也是第一次吗？不需要这种第一次吧，一都没有吧？留下，留下什么？叮咚叮咚，一定要来就对，是不是？想欢迎回家，想为什么你在我家啦？我刚等不及啊，直接从你窗户后面翻进来了，不好意思。闯空门是不是啊？你给我出去啊！哦，所以你要我第一次出你家的门吗？不是啊，是把你赶出去好吧？哦，第一次被阿达赶出家门了，烦不烦啊？你给我正常进门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看下，第一次正常进门了，什么都要第一次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第一次在你家很开心哎、欸。啊，对对，欢迎欢迎欢迎。沙发、沙发。哦，这新买了、哦，你可以第一次试一下。真的。试一下试一下。啊，谢谢你。很重啊，对，试重量干嘛？这蛮重的。我这里试坐啊。第一次有人这样试你家沙发吧？那废话，搬家工人才会做这种事情吧？因为都是你房间吗？两间都是。啊、对，就不要直接开好不好？又不礼貌了。两间都要开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谁呀、啊？啊？我只有一个人住啊。欸、没有人呢、欸。恐怖死了、啊。第一次觉得你自己家是鬼屋吧？不要害我住不下去好不好？这、欸、样，我刚妈吓到刷尿了，有没有厕所借一下、啊？不要尿在我地上好不好？现在这有前科、欸，你来，进那个厕所。厕所在哪？厕所，我不是熊，你不要再看着我好不好？啊，厕所旁边那边，厕所不在这里，不在这里，厕所在那里，马桶在这里，不在这里，马桶在那里，在这里，不在这里，我这里不是马桶好不好？马桶在那里，在这里，好，马桶盖记得掀起来啊，马桶盖还要掀起来、啊，对，掀起来啊，趴下，那叫拆起来好不好？啊，你要拆起来吧。第一次有人想要把马桶盖带回家做纪念吧？啊、不准带回家，你给我装回去啊，装回去啊，这么小气啊。这部分不需要演吧？杀！不要不要！我打厕所，我打厕所，全部都水雾了，满出来了，满出来了，我马桶满出来，而且还滑手机啊！你要尿多久啊？你在干嘛？拍动动啊！有人拍动动动了吗？第一次有人在你家拍这种现实动态吧？这叫现实变态了吧？不要再继续拍啊你！我传给你了，不要传给我，我不想看这种现实动态啊！还没尿完啊？这么久到底有多少水量啊？看一下。哇！我的马桶为什么这么大声啊？你家真的很吵哎、欸，真的很吵哎、欸！你才吵啊，吵的就是你啊！哇哎、欸，你家好玩哦，还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没什么好玩的、啊，可以回家了你。啊、窗户那边吗、啊？不是，走门好不好？走门，啥？不要，为什么爬出我窗户了？爬在窗户上干嘛、啊？小壁虎啊！为什么在我家演壁虎啊？傻，第一次有人在你家演壁虎吧？废话、啊，你给我完全疯掉吧！你给我滚出去吧！不要，出去尿啊你！啊出去尿啊！哎、欸。你还没有招待我哎、欸，我还招待你啊！我们要向法院先指禁制令就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至少也是第一次来哇，来你家要招待啊！不要在我家做水灾啊！不是我第一次来，你至少要负责任一点吧？负什么责任啊？我对你负什么责任？人家的第一次，你可以这样的吗？你不要讲的很像什么其他第一次，好不好？你第一次来我家，我不会这样对你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那你会怎么样？我当然。
给你第一次的感觉啊，超不舒服，超不舒服，第一次的感觉。按我，按你什么？按我，按你的电铃是不是啊？按我吗？讲清楚啊！按我，好好，叮咚叮咚，咔嚓，双门的吗？你家好豪华、啊。谁啊？你才谁吧？你谁啊？你谁啊？谁啊？我管理员啊，谁啊？管理员啊。我要从楼下门开始啊！对啊，我是来找何瑞康的。你知道啊、哦？何瑞康？对对对，几楼的？几楼的？二楼的。二楼的啊，何大少的呀？何大少啊？哦，何大少，年纪位好高啊！因为你是何大少的一个朋友啊，是是 是。哎呀，失敬失敬啊！不，失敬失敬啊！不要讲这种话，不要再 讲太多关于尿的笑话了。年轻人就懂这种啊？对对，太老派了，不用年轻人也懂。量个体温，喷个酒精就可以了。量体温喷酒精。哎，不是不是哪边？这边这边。人家妈妈是不是啊？妈妈帮小孩啊？干嘛啊你？用嘴巴喷酒精？你倒是啊！金门75度高粱啊！金门才没有75度高粱，太厉害了吧？换个证件啊、好，换个证件。我的身份证，身份证，这我的身份证。你为什么跟我交换身份证啊？你等一下下来以后换我，换我。你有几张身份证可以跟宾客换啊？很多张，你不要知道啊！你怎么前特务是不是啊？为什么那么多张身份证啊？好了，我先收走，带你上去，坐楼梯可以吧？体力还可以吧？二楼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年轻人嘛。是是是啊，比赛开始。那比赛走，北北跑好快，北北体力好好。年轻人，你这样不行啊！北北，你的体力也太好了一点点吧？年轻人的体力好轻松，北北好轻松，可以再跑楼梯还跳舞啊？你快一点啊！等一下。不是二楼吗？为什么跑这么久啊？我要跟你逼到四楼啊！谁跟你到十楼啊？直接到二楼就好了。二楼那倒着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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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这样倒走楼梯吗？我要超前、啊，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，被超前了，被超前，被超前了，走。你很慢啊。你也太会倒着走了吧，贝贝！啊，对呀、啊，你要多练习一下，好吗？来，这就是何大少的家门了。好，知道，接下来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你好喘啊！你快回管理室，回管理室。哎呀，请请请，叮咚。叮咚。不在家、啊。废话。你在这边，他一定不在家了、啊。是啊，因为我在这啊。为什么你扮成管理员啊？第一次在别人家体验何瑞康的演技吧？不需要、啊、这种烂演技。来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啊！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，来来来，帮我带个门，帮我带个门。好好好。来来来来，先换个拖鞋嘛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左脚，左脚，左脚。好，谢谢。来来，等下右脚嘞。第一次在人家家穿一只拖鞋而已吧？超不舒服啊，这种第一次。来，你看一下那面墙，我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哦，写什么欢迎光临吗？满满都是你的照片啊！恐怖死啊！你变态是不是？贴我照片干嘛？上面。都有红点点，有没有？你要暗杀我，还有红点。第一次看到自己得登革热的样子吧？不要，不要把我照片画成登革热患者好吗？好了，跑步很喘哦，喝醉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默剧演得不错啊，没有给我东西啊，耍我是不是？第一次在人家家演默剧吧？废话，我怎么专门拜访街头艺人哦？好了，不要生气，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。该不会又空的吧？不是真的好吃啊，好吃，好吃啊。清肠一号，对吧？给我吃清肠一号啊，很好吃啊。啊？是不是第一次在人家家有一种要拉肚子的感觉？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这不就泻药吗？厕所，厕所。厕所，谁叫你要是客人先，客人先，客人第一次有打橄榄球的感觉啊！谁给你打橄榄球啊？你走开啊！我在厕所啊！你叫两间厕所吗？那是我房间啊。这是你房间吗？第一次在人家双人床上面大便吧？我才不安博赫德啊！谢谢大家。